奥古曼木材，英文名 Ocum， 有非洲树木之王之称。该种主要从洛麦隆、加蓬赤道几内亚地区、马来西亚等进口，主要用作乐器高档家具用材。该木材具有优良的稳定性和耐久性，适用于户外建筑和桥梁等大型工程设施。同时，其精美的木纹也为家居装饰提供了很好的选择。Ocum 新材呈浅红褐色，具有细致的结构和易于加工的硬度，木质具光泽感，无明显色差，适用于胶合板家具门框、轻型构件等用材。